lasted all today. Tell me honestly,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if I showed you my flaws? If I couldn't be strong, tell me honestly,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? Did I'm...尝的是早期的时候电影的时候大家就会嚼口香糖，然后快进去的时候大家就会把口香糖涂在那个墙上，然后我们去看一看吧。说我要不要挑战一下舔口香糖，大家想看吗？想看吗？想看。想看了我就舔，靠近吧，然后我要舔它了。嗯，我才不敢。太有意思了。曾经试图清理这些墙面，后来发现永远清理不干净。1999年，政府干脆就把它定为旅游景点，大概也许就是所谓的放弃治疗了吧。2015年，为了防止糖分对墙面造成腐蚀，当地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。于是经过了漫长的130个小时，重达2000多斤的陈年口香糖被清理干净了。所以最近的口香糖都很新鲜呢。大家猜一猜我今天来哪里了？噔噔噔噔噔！大家看一下，后面写着 Public Market Center， 这也是西雅图非常有名的派克市场。它以前呢是一个农贸市场，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曾经周杰伦来西雅图的时候也在这里打过卡、拍过照。待会儿呢，我会带大家去非常有名的星巴克的创始店，带大家去看一下创始店长什么样子。后面呢是全球的第一家星巴克，也就是星巴克的创始店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原本的星巴克的设计，因为现在设计是一个绿色的美人鱼的标志。然后现在看一下它原始的标志是长什么样的，是什么颜色的呢？我们可以走近看一下。就看看一下玻璃上面星巴克早期的标志，也是个人鱼标志，但它是一个棕色的标志。然后我们先进去里面点杯咖啡吧，走吧。这边有个柱子写着 First Starbucks Store， 就是第一家星巴克。拿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星巴克咖啡。其实外观呢跟其他的星巴克店其实是一样的，两杯大概7块美金。现在要去吃好吃的芝士，走吧。现在我们来这家叫 Beaches， 是手工奶酪。这边有个大大玻璃窗，里面有展示奶酪是怎么做的，我们走近看一下。看一下，这里面有奶酪，应该是牛奶，然后这个是奶酪成片的，然后看一下队伍还是挺长的。这个当地这个手工奶酪做的意大利面好不好吃啊？很醇厚，也不腻，特别的香，特别的 Q。 好吃。派克
市场以前是一个农贸市场，然后现在还依旧保留着非常传统的抛鱼，就是飞鱼的方式。如果你买了一条鱼，它就会抛给你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享受一下这种抛鱼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消费一条鱼。话说这家小小的鱼铺可不简单哦，它是全美零售获利最佳的店铺之一。但其实老板在1965年买下店铺之后，才来经营了20多年呢。在想要关闭店铺的时候，他奋力一搏，要求店里的员工采用飞鱼的方式。没想到采用这样的营销手段，成本降低了，利润居然净增了10倍，还提高了员工的凝聚力。抛鱼虽然增加了工作量，但是员工很享受这样愉快的工作氛围。这里最长的工龄可有20多年呢。泰克市场还有很多民间艺术表演者，有弹钢琴啊、弹吉他呀、唱歌，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魔术表演。哎呦，他的时间，他等一下付钱的呢。来 ，you can. OK, now. You can.Cut. No, this means a unity. Unity, okay? Okay. This I saw when I was 20. Right now I am 79. Please have it. I use your donation to support your community in my country, Vietnam. Please have it. Look here. Look. I can't. I can't. Now, 1, 2, 3. Now. Oh! You ready? The unity. What did you do? Bad it. But how? Alexander 的那个了吗？大家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在动？然后大家往下看，噔噔噔，就是我刚才买的那张卡片的图案啦。派克市场因为有100多年的历史，其实以前呢这里脏乱差的，然后所以呢政府其实有想把它拆掉，但是因为一个建筑师呢抗争，为了政府跟一些民间的物资，这个市场才得以保留到现在。那我们看到地板上就会有很多字，是地砖上刻的，我估计应该是当年捐款的人，所以呢这个建筑得以保留呢，民间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在派克市场，你可以逛逛各式各样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，看看那些颜色鲜艳、含苞待放的花束，然后再品尝一下新鲜到爆的水果和海鲜。男人40一朵花，女人30朵茶。我是渣渣。